又很久没玩了，再来一局这个，说是 weekly 的 Hey Week，看一看手有没有升，看看左右键跟我反过来，先点一些零的地方，从上往下吧，做一些比较明显的。二肯定是这样，这个必须是白色，须是黑色断开。有没有其他明显的啊？明显的，没有，那继续填零，我往中路走一走。那这样的话，这里中间黑色，这边必须左右的帮它断开。那必须是黑色，这也必须是黑色，这个必须是白色让它透气。那这边必须是黑色让它断开三，我就简称断三吧。这里是为了断三，断三。这里是透气，啊，这里都是零，by the way，断三。这个二有线索吗？还没有。上面有没有很明显的断三？这地图一大就很容易忽略掉明显线索啊。没事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00000，这里是断三。断三，断三，这边很明显，断三，断三，继续，断三，下面也要断三，这边必须是黑，这边必须透气，断三，透气，这个也是为了透气，断三，啊，不是断三，这是这格子里面得填三个黑色，那么这个二是确定下来的，是这样子，断三，断三。断三，断三，断三，上下都断。好的，还挺顺利啊，一开始。有没有其他的？这个必须透气啊！如果我是黑色的话，会透堵死了，所以要透气。那这个必须是断三，好，断三。这个呢？断三，断三，啊，地图太大了，这个是白色，哎，这里断三没注意啊，那么这个都好了，那我们再往上看啊。左边、右边都断开，截断，这边也要截断，这个截断，截断，从下看截断，左右都截断，截断，截断，这里，哦，也上下看啊，要截断，那么这个为了透气。大了吗？线索，明显的线索，要不要假设一下？如果这里是黑色，这边必须白色，那也没有什么毛病。还没毛病。取消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没必要假设。
行，那我们再往下看看，可能有很明显的线索没看见啊，没关系。这个它就是 special 的，都不算是难的吧，只是地图大而已嘛，容易涣散。好，下面这些地方有没有很明显的断三还没看到？没有啊，这个二，我们还继续填吧。000，这二必须长这样，我们这个一就只能填在这。这里要断三吧？对，上下看要断三，然后透气，透气，这样子。那么这个位置要断三，那整个这个二格就已经填完了，透底是白色。这里断三，左边要断三，这边上下看要断三，这边断三，好。这边是黑色啊，断三。这个，先看这个，这个必须是黑色啊，不然是，那这个就必须是白色，不然的话会堵死。所以是白色。好，那么这里是要求透气。这边也得透气。好的。这个三啊，本来是8个格子，现在变成一个2×3的6个格子，那就是必须是要么上三角，要么下三角形。要假设一下吗？有没有什么明显矛盾？如果假设下三角。那么这个得是白色，暂时没有什么毛病。如果是上三角呢？这边是白色，这边是黑色，也还没有明显毛病啊。那看来还推不出什么，那先不急着假设，我们再来找找别的线索。好，这边断开，哎，断开这就没了吗？好像是啊，但是还不知道。这边啊，这个三，哎，对，你看这个1×5的，那么要有三个黑格的话，只能是1、3、5号位。那应该又有一些断三的情况。这里要断。如果啊，你看啊，一个简单的假设法，如果这里是黑格，那么这个格子就会里外不是人，黑白都不行。所以就说明了这个数字二这个位置的格子呢，正好呢，必须是白色。那这个就得是黑色。然后这个格子其实也只能这样斜角填。好，那么断三，还有没有？断三啊，左右都断三，下面断三，这里断掉，这边呢断掉呢，这个都填好了。断掉，断掉。这边还有一个还不确定啊，我这样看还不确定，可能有明显线索。不急啊，其他地方呢？其他地方，这里。都还不明显，行吧，不着急。来，这边我有一个快速假设法，这个三我们也知道，要么左金字塔，要么就右三角形，左三角形啊。我假设是这样的三角形，那么这里必须白色，这里必须黑色，这里是必须白色透气。这里是必须黑色，我先不急着填，好像没什么毛病。我刚才不自己不填，我以为有一个明显矛盾了。我看如果是这样子呢？那也没什么大毛病了。我只能推出一个很小的事情，就是一这个位置必须是白色，就是我无论三怎么填，这边必须是白色。我这没什么大用处。好的，那再看看，哎，这个五可没那么多啊。如果这个是黑色，等一下，如果这个是黑色的话，其他位置够不够填？其他位置，
倒是够啊，还不是特别明显。哎，这边好像没看到，对吧？断开，那应该又能打破一些局面啊。断，白色，这边断，填满了啊，这个一也填满，那应该还能打破很多地方。先找找啊，怎么说很多啊？还有这里。这里断掉，那这个一填完，很好。断，必须填。这五应该差不多了啊，待会儿再来扫荡一下。先看看这里好像还有断开，白色，很好，这一的都填出来，都挺舒服的。OK，填好。还有吗？还有明显断开吗？这边还对这个五暂时还没什么特别大的帮助，真的没了吗？好，那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五，那还有就剩五个绿格了，还得填四个，反正没什么好说的啊。抽屉原理吧，这三个里面必须得两个，这边就写这两个啊。我们继续再破局啊，透气，那么必须是黑色，断开，透气。我之后没啥用啊，这里透气也没啥用，这边断开，这边断开，这边是不能封死啊，得透气啊。如果这样的话躲起来，那么这里也得是透气啊，都是白色，这边呢还得透气啊，还是白色，然后就暂时就断掉了，因为这些都没有数字标识。那再往上呢？这边暂时没线索是吧？那这个角落呢？注意力有点涣散了，眼光没那么敏锐。如果是黑色，这个位置如果是黑色啊，这边透气。那这里黑色，有问题吗？暂时没有问题。退回来。如果是白色，黑色，也没有明显问题啊。那我们还是先不假设。等一下啊。先检查一下进度吧。So far, so good. 好。来，这边透气啊。那这里必须黑色，这边黑色。这边呢，透气，黑色。这边断开，透气。透气，还有吗？这些都是小数字啊，线索用处不大。你说这边四个，这么看哪个都行。这两个得有一个是黑色，但没啥用处。再想想之后有没有意义啊？这两个得有一个是黑色嘛，必须把这上下断开。如果这两个有一个是黑色的话，那么这两个都得是黑色吗？都会是一黑一白吗？也不确定啊，都得是白色吗？也可以都是白色啊，没啥问题啊。如果都是白色，那么这边。我现在想推这个是白色，但是这个证据不够充分啊。我想想能不能推出来。这种连条的，就连续细条的话，其实也有点线索。
就我假设这里两个都是白色的话，会有矛盾吗？这两个必然有一个是黑的，这两个也必然有一个是黑的，因为不能让三个断开嘛。不行不行，没啥，就是这个太难笔画了啊，尽量不要这么想。找下线索，暂停找个线索。暂停就发现这里有一个断三没看见啊，不过可能点完之后也没有后续了。再想想，哎，这个位置应该可以用假设法啊。假设这里是黑色，那么这个位置，鼠标这个位置就不能是黑色，也不能是白色了，所以这边必须是白色。那这边断三，有没有进一步的帮助呢？好像又没了。如果这里是黑色，没毛病啊，这边白色就白色，好吧。没什么毛病啊，不过我们可以继续看这边比喻，那个似乎真没有问题，那很有可能是正确答案，但我们先不能靠假设得到正确答案，我们一定要靠假设得到错误答案。就是刚刚假设这个位置是黑色，看起来是对的，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再来看看这里呢，不够啊，都不够。假设刚刚都看过啊，假设这个位置是黑色，必须透气。没有明显矛盾啊，不行。我们现在要的是。明显就是这种假设法一定要让它透气之后会有矛盾，还有没有这些位置透气位啊？如果这里黑，这里必须黑，白，白黑黑黑黑，well。这里必须白啊，不然会堵死。没有矛盾啊，还是没有矛盾。但同时，我发现我好像刚才有个地方透气没看到。应该是这儿吧？对，我们再退回去一下。对，这个肯定是。我发现这里的透气没啊，断三没有注意啊，断三。但是之后呢，有下文吗？先这样一下。好，这样子的一个位置还要填四个黑色。我假设一个在这儿，剩下还要填三个，那就必须是这里、这里还是这里二选一，有矛盾吗？没有矛盾，先退掉。那么假设这里是黑色呢，就有矛盾了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里剩下四个位置还要填三个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必须锁定，所以就说明我鼠标这个位置不能是黑色，只能是白色。那么这个位置呢，如果这个位置是黑色，那就不够了。你们看到没有？剩下三个格子不能都填三个黑色，所以。白色，那再这样看看啊，我们现在这两个至多填一个，这两个至多填一个，这个单格至多填一个，对吧？这单格至多填一个，一共有四个区域，至多填一个，但我们呢至少还要填四个，所以很明显呢，或者对我来说很明显啊，这个两个单格必须填，然后这里两个二选一，必须两个二选一还不清楚啊，还没有别的路了。那我们先继续看啊，这边有断三，这边就必须填，这边哎，就好像能再打开一些局面，你再帮回来吗？上面可以，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帮一帮，帮一帮，啊，这边是白色，断开，断三，全白，非常好，能不能再帮一帮？断三，
透气，断三，白，还有没有？还有，再鼓动一两下。这边，哎呀，差一个，再来一下，没必要假设吧？我觉得还没必要假设，哪里没看到？上面还有啊，这边断三，没了吗？有点可惜啊。那这里面只有一个是黑色，假设法出错的概率会很高。假设这个是黑色，那这里就里外不是人了。这个既不是黑色，也不是白色，所以这个位置必须白色啊。那就这形成断三，它有用吗？没了。这两个必然有一个是黑色，有用吗？还不知道，看这里啊，这个应该是白色，因为如果这个是黑色，对吧？这个位置会有问题，所以就必须白色，断三。那么这个位置呢？这个位置是黑色概率也很小，因为这里看这四个只有一个是黑色，都很小啊。那我们先看明显的，这个断三，断三，断三，白色，断三，左右断开，这个是黑色吧？白色的话就没有断三了啊，黑色很好，断三，哎，感觉上面又有一些线索了啊，这里的一出来了，白色，断，白色，来，断，这边必须透气，断三，透气，断三，透气。应该要效率可以提高很多，但是我还是有点慢。这个如果是黑色，好像没毛病。那么等一下，我找准这个，这个已经锁定了。断三，断掉，这边断三，必须是黑色。这边，这边能确定吗？能吗？还不清。我们看这个，这个我觉得必须是白色，因为如果是黑色，这个位置会有问题，所以这里必须是白色。断开，一，这边呢？有没有什么？因为这里其实就像一个这么理解，就有点像一个2×2的这种二格，就像这样，就像主要这个位置。那有没有一种方法会让它断死呢？这个暂时没毛病，这样呢也还没毛病啊。那不着急，这里不能着急啊。这里白色没看到，下面断，上面不一定啊。那有没有什么？这个黑，断三，左右断。那先看一下这边白，这边，这里黑色没毛病。如果这里白色也没毛病，有没有明显的线索？有没有断？没有毛病。这样呢？已经有毛病了，因为这里有很明显的断三没看到。好的，好，那慢慢的就解决了一个角落。你再上传一次，都还没问题。
这边，这鼠标这位置啊，断三，那必须透气，断三，透气，透气。好，那右上角这个角落现在应该和其他地方没有关系了，就是可以原地解决。如果没什么线索的话，就是只能假设法啊。继续来看一看，就有那些就是所谓的断透气法，有可能还是有点联动的。但我做了很多，我发现这个角落这是可以单独解决的。先找一下突破口吧，有数字的不多了。有数字其实只有这一个三垒，就是一个简化的二乘二的局面了。其他呢，像，哎呀，都没数字，那就两种可能性呗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这个不能是黑，也不能是白啊，不能是黑啊，因为黑的话就不透气了。如果是白的话就，有连三了，所以说明呢，这个位置呢不能是这样，斜率是负一的，那么斜率只能是正一，那就是这样。你看，这是严谨的啊。我想都用就是比较笃定的步骤，没有任何猜想了。假设法也得是严谨假设法啊，一直希望玩这个游戏能这样。OK，断 OK，透气，然后再是断三，断三，断三啊，就搞定。这边呢，断三，这边有没有透气的要求？没有，这边倒不用透气。这边得断三，透气吗？有没有？白色，都还没问题啊。那问题在哪儿呢？如果这是黑色，没啥毛病，不应该。因为它这边这个网站所有的。他走都是唯一解，都是白的肯定不行。那看来是透气的问题啊。像这里有个爪子，对吧？它到底会把哪里堵起还不确定。但还有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如果都填白色没问题的话，就都填白色。不过这里都填白色有问题，那因为都填白色会有连三的情况出现了，所以还真不。确定啊，我们回头再来看这里，看看下面有什么额外线索。哎，已经半个小时出去了。地图确实太大了。哎，这个断三好像没看到啊，这个早就该断掉。那么这个格子确认了，哎，那就，应该线索比较多。四，打开。这里呢？那么内部消化一下。这个必须透气啊，有个透气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白色。然后呢？这个必须是，哎，有没有？断层。这里也得透气吧？好，搞定。还有没有明显的数字？想一想，带数字的有哪些很明显的没有看到？零，这两个必然有一个是黑色啊，必然得有。如果都是白色的话，这上面就说不过去。但是没用，因为这里有两，还有一个不知道在哪。怎么假设呢？还不知道。这边再看看这个能啊，这里啊是白色的几率会很高，因为它一共这么长，就还是一个是黑色。那是某些白色的几率会很高啊。等一下，这个有没有用？这个也是白色啊，用一下。因为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不管这是左三角还是右三角，这边都得是白色。有没有用呢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那我先试试看这样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哎，等一下，点错了。如果是这样子啊，那么这个就必须是黑色。它是黑色的话，那么其他都得是白色啊。就感觉这个失误率很高，你看已经出矛盾了啊，所以这个三角只能是这种三角，是都是严谨的。
但是怎么突然没有什么一下很直接的帮助呢？没差多少了。小假设法呢？假设这里是黑，啊，很明显这有矛盾，那就这里必须白色，来定一个短三，还有吗？这边呢，又断了嘛，又没下文了，这两个二选一，又没怎样，对吧？再找个突破口，这个行吗？啊，这个也很明显，对吧？不能是黑，也不能是白，所以这个就必须是白。好处是这个就是黑，然后又断了。再看看这边呢，一样啊。这边如果是黑，这个就头就断了，所以这个必须是白。但是就有下文，哎，这边就断开了，我又没了。这些方法都管用啊，但是就是用一两下就没了。这边呢，如果这个位置是黑，这个位置是白，一样有矛盾啊。你看似这里没矛盾，但是你看这边，你怎么可能还打出三个黑色来？所以。这边必须是黑色，这边必须是白色，那么这个色就必须长这样。希望这能一口气通到底啊！来，断掉，边哪边断？这边断，断掉，这边断，这也得透气啊。每个大家不信的话都可以，我都可以展示一下。断三，左右断，这边断。断，白白白，断，左右断，这边断，这边断，这边断这里，必须黑，必须白，这边断，是这边吗？再看一下，对，这边断，这个必须是黑色的。这里必须是上下看啊，然后哎，上下看也不一定。等一下，这里都不一定啊，先看这儿吧。这个左右看啊，得断掉，断掉。这边上下，这个不得透气啊，得是白色。那我看这边又会有说法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继续。又没了吗？就又要再单独再找一个线索吗？这边黑白都不知道，这里做个假设吧。假设这里黑，这里白，那么这两个必须黑。这个呢，先看这儿，这里可黑可白都行，没推出矛盾来。那么假设这里白呢？黑，黑，黑，白，也没明显矛盾，我还没继续推。刚才是哪一下？等一下，这个是，这一定是白色吗？也不一定。在撤销吗？到这一步啊。来，我们先再上传一下。哦，完了，
有打，哎呦啊，这个先换成绿色，先不确定。哦，还好还好，那只是刚才没撤销干净啊，啊，那还是现在局，就是这是我都是，这个局面是没有什么作弊啊，都是对的啊。我唯一说作弊的就是现在知道右上角得是白色了，但是我想自己推出来啊，啊，只是没撤销干净。嗯，啥数字？这里五选一哎。选不出来，这边二选一，这边四选，看有没有什么明显矛盾。假设这样，然后黑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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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色。黑色，这边。不能是黑色，也不能是白色，算是推出矛盾了，也不是算是啊，就是推出了矛盾，只不过这矛盾很长啊，伏笔很长。听到这儿啊，说明这里斜率不能是负一，斜率得是正一。斜率是正一，那我们来看啊，黑色、白色、断、断、透气，那必须黑，透气、断。断掉，透气。那么这个三个里面选两个，只能是这两这个是黑是白？如果是黑色的话，它都还不清楚，因为白色没有矛盾，黑色的话没有把它完全封死啊，所以还得继续找别的线索。这边透气，三这边白白，黑，这边必须黑，断开。继续找线索，我感觉还要再分析分析，我就觉得应该已经可以出结论了。这边四选二，不能，这两个只能二选一，这两个也是二选一，那就，那也没什么用。这两个也是二选一，有线索吗？二选一，二选一，二选一。看一下，就是这里一共，我们把这四个绿的位置当做一二三四，六四选二的话，一共六种可能性。一二不行，一三可以，一四可以，二三不行，二三不行，二四可以，三四不行。所以我数下来只有一四和二四这两种可能性啊。就是一二三四里面，只有一号位、四号位或者二号位、四号。但是我一三号位为什么不行？一三号位也行啊，一三可以，一四可以，二四也可以，那还是不确定。我本来想说四号位一定是黑色，那看来还不一定，因为有一种一三的可能性。如果这是黑色呢？这里必须白色。矛盾，好说啊。那么这边必须是白色，那这样的话，这边就必须是黑色，这样二选一还不确定，啊，这里必须是断开，那这样的话还是不确定，二选一，二选一，二选一，如果这里是黑色，这里必须是黑色，矛盾，啊，很简单的矛盾，就这边白色。那么这边就真的是黑色，那么这边推好，那这里就必须透气啊。那我们这一根梁子能一直杵到这里吗？也不能，还是没线索。就看这里最后这个角落啊，断开，断开，那就应该能都出来先，先都还不确定啊，看看这里必须断三吧。是吧？对对，断三。那这里呢？这边断三，断三。没数字确实难受。这里二选一，吃得准了吗？还不知道。假设一下吧。假设谁呢？假设这是黑。
黑，白，黑，白，白，可能是对的，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好，对吧？你不能假设到底。等一下，我不记得哪一步是对的。再往后讲，OK，这里是一定是黑色。这个呢，这个是段三，对吧？这一步是假设的。那我现在假设这个单格是白色。如果假设单格是白色的话，那这个是黑色，这个也得是黑色，白色。矛盾吧，看到矛盾了啊，一定要看到矛盾。所以这个格子呢，哎，我忘了我的假设了。假设是黑色，假设是白色推出的矛盾是吧？对，假设白色推出的矛盾，对，它必须是黑色。白，然后这边必须黑，这边断开，这边必须黑，断开，这边透气，这边断三，好，他可能已经会说我赢了，哦，不行不行，我有个黑色还没填，这应该还是 so far so good，因为这里面必须得有个黑色嘛，不然的话会有连三，那我们现在看看有没有什么世界会被锁死啊，终于有了，我去，这个是我见过最大的。几乎是整个半个棋盘了，最大的锁死了。你这么想吧，它最大的那个封闭区域就是半个棋盘，因为大半个棋盘的话，为什么不用那个小半的那个部分呢？是吧？所以终于知道这个是笃定是白色，那这边也会封死啊，这边也是白色，那边也是黑色啊，它是有个一解的，这样就做出来了。OK，中间大概暂停的，浪费了点时间。就是我录制暂停了啊，48分钟，够慢的。